哇，好漂亮的别墅。这个要送去医院。刀子在书房。反正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既然小姐放我进来，就一定非常清楚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坐。忍点。你在哪儿捡到的？杀人现场。这还得感谢我家的小狗，它知道我这个主人需要这个玩意儿。你准备开价多少？我这个人现在活明白了，不贪。五万不多吧？的确不多。小姐爽快，那么咱们麻利点，家里有现金吗？有，而且我还要再加你5万，不过前提是你要守口如瓶。这没问题，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，我懂。是宋家哲。我怎么办？来，跟我来。过来，我都快睡着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我要跟你说件要紧的事情。看来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搏斗。通知指挥中心，派来救护车。是。喂，指挥中心吗？我是实习生尹瑞，我们这有个伤员，赶快过来一下。我刚从你哥哥那里来，我已经给他买好了明天去香港的飞机票。明天一早，我就让袁森送他走。可是，他怎么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呢？刚才他要打来的，我怕你睡了，没让他打。我给他拿了10万港币。哦，对了，他给你写了一封信。幸亏送来的及时，如果再晚半个小时，那就难说了。谢谢。谢谢你，是你救的我，谢谢。
我应该明天早上去送送我哥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也不想想，你是个公众人物，警察又正在找他，你要是到了机场，那还不热闹了？我已经托了海关的人，明天一早我让严森直接送他上飞机。谁把你打成这样？什么？说话的人有点像雷雨，在这屋里，只是有点像，我也不敢确定。让你白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知道一个叫雷雨的人吗？嗯。他是不是在这儿待过？嗯。我没接过电话。那不是我。哎。啊。你今晚不走了？哎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还去哪里啊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寻思去厨房给你做点夜宵，那你先去洗澡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快一点啊。现在怎么样？你是？我叫徐小阳。那晚去吴英家的是你吧？是。后来从后门跑出去的是你。哦，我可以向警方证明你是清白的。这已经不重要了。你看你吓我一跳。我来。哎呀，看一下啊。哎，还是到上面去吃吧。啊，好好。吴音是怎么死的？我到他家的时候，吴音已经死了。我同样没有杀人，可没有人能证明我是清白的。那这么说，凶手就是我在门口碰见的那个人。是的，我发现吴英尸体的时候，那个人从后门跑了。那他就是第一个跟吴英进屋的人。不，他应该是早在吴英家里等着呢。因为我是眼看着他进门一分钟以后我才进去的。是这样。雷雨，吴英家有一份文件在你手里吗？儿子，我都这样还有骗你的必要？给警察打电话吧，告诉他我在这儿。别犹豫了，打吧。徐小雅，你在哪儿？我已经找到雷雨。我现在在市郊的第二卫生院。雷雨受伤了，刚刚做完手术。好，我马上来。还有啊，我希望你现在派人到海边的废旧仓库去一趟，那儿一个人不知道是死是活，他刚才差点把雷雨杀死。还活着呢，哎，你通知一下你所在的卫生院，告诉他们有一个重伤病人马上过来，让他们做好准备。另外，我告诉你，徐小阳，偷听警察电话是犯法的。有件事我想拜托你，行吗？说吧，我们现在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拿着它去找我妹妹雷雪，她
就住在市郊花园别墅45号，离这很近的。告诉雪儿，宋家主这王八蛋，他为了使我妹妹相信我去香港，他骗我写信。我想让他知道，他到底嫁给了一个什么东西。能答应我吗？拜托你现在就去好吗？一定要找到我妹妹韦雪儿，好吗？放心，我现在就去。谢谢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小杨。终于开机了，快把我急死了！你到底怎么样了？我一时半时说不清楚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警察没有怀疑我。我现在要去郊外的花园别墅办事儿，明天早上见了面，我会给你解释清楚。嗯，好吧。你去郊外的花园别墅干什么呀？我正开着车呢，叶华，你先睡吧。修阳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晚安。明天见。叶红，来吃点宵夜啊。哦，谢谢白姐。没事的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啊。这栋房子里就咱们两个人，你关什么门呢？我觉得这样踏实些。找的赵连宇的病人在这儿。谢谢你。宋家哲为什么要杀你啊？宋家哲从来就没喜欢过我，因为我一直反对他和我妹妹的婚事。之所以他到现在才动手，是因为你们在找我。一旦我成为吴英案的嫌疑人，对他竞选不利。他这个人啊，只要谁妨碍了他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。
一个从吴英家出来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听徐骁阳说他来的时候在门口和他擦肩而过的。你妹妹家离得远吗？不远，市郊花园别墅45号。谁？林小姐，我是你哥哥雷雨让我来的，我叫徐骁阳，他托我有事跟你说。雷雨 他怎么了？他现在在医院里，你看看门好吗？他出什么事了？被人扎伤了，请你把门打开。这是他让我给你的，他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是走到我们前面，他还有个秘密始终没说出来，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他们一直把他关在海边的一个废旧仓库里，已经一天一夜了。就在一个小时以前，他们还想把他杀了扔进大海。不会啊，他还给我写了条子，说他一切都好，明早就飞香港了。这是宋家哲骗他这么写的，当然也是为了骗你，这样宋家哲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跟你结婚。雷雨让我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真相，你千万不能再跟他在一块儿了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他会去杀雷雨。这是雷雨让我告诉你的话。宋家哲既不会向我下毒手，也不会去杀雷雨的。信不信由你吧。他是商人，不是罪犯。尽管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会耍些手段，有时甚至不失奸诈，在商场上本来就需如此。可是他对于钱是很诚实的，许多有钱人都故意掩饰自己的财富，然而他却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金钱告诉给媒体。他对记者那么坦诚，又怎么会来欺骗我呢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是我在欺骗你。我干嘛要欺骗你呢？你出去，我不相信你。你是在欺骗我，污蔑我的未婚夫。你这样的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雪儿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家哲，这个人忽然闯进来，编了一通谎言欺骗我，还说你企图杀死雷雨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夜闯私宅？你给我马上出去。你就是宋家哲吧？我叫徐骁阳，一起遗嘱诈骗案的受害者。你对这个名字不会很陌生吧？徐骁阳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遗嘱诈骗。你这是讹诈，我可以去控告你。告的，不出今晚你就是被告。雷雨没有死，现在他跟警察在一块儿，那个叫袁森的也跟警察在一块儿。你精心策划好的这起杀人未遂事件马上就会立案审查。你胡说！我警告你，你如果再胡说八道，我就以正当防卫的名义对你不客气了。嘉哲，你不能让他胡说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我当然相信他。你现在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好吧，那你就等着雷雨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但愿那时候你还在世上活着。嘉哲，你开枪啊！啊，你不能让他活着出去，他会继续造谣你，污蔑你，他会毁了你，毁了我们的。你开枪！我们不想防卫。雪儿，别动！放下！是，你的数据统计完了？
警官先生，幸亏你们来得及时，刚才这个人私自闯了进来，我们正要打电话报警呢。什么？是啊，幸亏我今天在，不然的话我的外科医就要成为第二个吴音了。纽扣，刚才小狗喊回来了。照片不错。警官先生，你们最好现在就把这个人带走。他怎么了？抢劫还是盗窃？他深更半夜闯入民宅。他企图偷走这枚钻戒。你的？是他的。待着。哎呦，小了吧？是你的吗？警官先生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这个人私闯民宅，我有权利要求你们立刻把他带走，而不是来盘问我。难道还要让我给你们夏市长打电话吗？我们这不是在调查吗？还没查清楚吗？他是翻墙进来的还是敲门进来的？我没兴趣回答你的问题，我们要去休息。等等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我们要检查整个房子。家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让他们离开啊！看看还有什么不安全的情况可能发生。我抗议，你们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，我要控告你们。刘小姐，能不能把你照片上的这套衣服找出来给我看看？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想看看这件衣服领口上的纽扣是不是还在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找出来，找出来就明白了。嘉哲，你还让他们待在这儿干嘛？我真是受够了。我看你这个警官是不想干了，你马上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，不然的话我给你们夏市长去打电话。住嘴！你的事儿待会再说，一边待着。好。给，是这件衣服吧？这上面的钻石纽扣呢？在这儿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来告诉你。白小姐，你在离开杀人现场的时候，你的这枚北宁很少见、产自意大利的名贵纽扣不是落在地上，被吴英家隔壁的小狗喊了回去。看来他隔壁的那个因敲诈勒索罪坐了3年牢的释放犯还是没改变他的本心，又拿了这枚纽扣来敲诈你，而你却毫不手软的像杀死吴英那样刺死了他。好在你们家有个大冰箱啊，
那个倒霉的家伙万万没有想到因此而丧命，死了手里还紧紧地捏着这枚名贵的纽扣，不择手段。不不不不，不可能。雪儿，你不是跟我说那天晚上你一直和雷雨在一起吗？他们的确在一起，但是那是在吴英家。啊，是你为什么要杀死吴英啊？因为你。因为我？是的，因为我只有这样做才能斩断你和他的关系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杀。雪儿，雪儿，你真是太傻了。你雷小姐，晚上一号和我们走吧。穿上衣服跟我走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涉嫌策划谋杀，理由还不充分吗？穿上衣服，别着凉了。那走吧。彻底搜查这栋房子。是是。你还在这干嘛？走吧。因为你救雷雨立了功，所以偷听警察电话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，相互抵消。可是有些事情估计你还没想好，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。那我走了。记住我的话，你很聪明，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回来了，我妈，辛苦啊，没关系。
是徐逍遥。哪位？喂？宝贝，宝贝，是你吧？住在绿岛别墅 B 座，我这里有情况。好，我等你们来。喂，我是徐朝阳，我就在家里面，有人在敲我们家门。好，我等你们。什么？你们到楼下了？那快上来！想办法把他稳住，千万不要让他跑了。对，我们马上就上来。跟我来。
到别墅地方吗？刚才停电，大惊小怪的，这家人啊，神经病。马上派辆救护车到位。喂，已经搞定了。确定吗？万无一失。明天去查你卡里的钱吧。OK。从目前情况看，病人生命没有危险。大脑里面有一个钢针，已经取出，由于不在要害部位，所以比想象的要好些。那对他的大脑会不会造成什么损害？这很难说，只能等他清醒过来，我们对他进行各种仪器的测试后才能决定。那现在的医生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还处在昏迷状态中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全力医治的。你们也不要这么多人在这里，他一个人看护就行了，不要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。谢谢大夫，不客气。白主任，那么要不我们大部分人先回去吧，是不是留一个人？好，你们所里留一个，或者我们公司都行。啊，那就肖宁宁留在这儿吧。好，我们及时保持沟通。好的。哦，叶红啊，那你也留下吧，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谢谢。出事，但还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刚才听到区县长的刑警说，他们是接到报警电话才赶到区县长家的，去了之后他已经昏迷了，现在正在查找凶手。宋家哲是怎么指使你准备杀死雷雨的？不是老板指使的，是我自己要干掉的。正哥是你要杀死雷雨的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要杀死雷雨？他欠我一笔钱。欠你钱就要杀他？是。那宋家哲去仓库干什么？他去为雷雨送行，他要安排雷雨去香港生活。送行？是让他送命吧？宋家哲给一笔钱作为雷雨去香港的生活费，我想得到他，所以我要把他干掉。你撒谎！袁森，我告诉你，有两个人可以证明是宋家哲就是你这么干的，你就别再为你的主子掩盖了。我们现在送他去病房，你们谁去办一下住院手续？我去，我去。